是演员吴秀波。张嘉译。戏精高娃。我是演员孙淳。这是我第一次。第一次。第一次。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提名金鹰奖。我是因为咱们结婚霸中的南彩萍啊，新颖。我是凭借《老友所依》凭着电视剧《金钟岳飞》里边的金钟岳飞，《金钟岳飞》电视剧里。哎呀，乱了。不玩了，太过分了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？这个问题特别难。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演员，来开发的演员。我觉得我的表演是属于神仙派、脱心派，是缘分派，绝对不是香蕉派。实力加偶像厚土的，粉丝少了就只能走实力派路。在拍戏的时候最怕导演说再哭多一次，这场戏后面的剧本还没写出来，这句话大大方方的说，这个表情大大方方的，大大方方做这个事，导演到底怎么样叫大大方方呀？最怕导演说还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很好，嗯，很好，来再来一遍吧。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好完之后还算什么？再来一个呢？我最怕导演不说话。演员很脆弱，演员就琢磨。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其实挺害怕导演说。这戏有吻戏，还不少呢。拍《还珠格格》的那会儿，就跟王艳就有很多场，我都特别不好意思。刚要当真的时候，导演说：“咔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我拍第一场吻戏的时候，导演还给我拿了一块口香糖。你问我拍过多少部戏，我都不知道。更别提吻戏了。我的粉丝有统计过，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吻戏的集锦，然后艾特了一下我的老公。很有可能我拍摄的吻戏的次数应该会超过我生活中吻戏的次数。我这种模样的人拍不了吻戏，就是拍了吻戏观众都不爱看，换台了。生活中的我其实是很放松很随意的一个人，就是一个老顽童。生活当中什么都不是吧，觉得我喜欢捡石头。一般不太出去。从我的星座上，我也是看情绪戏，爱哭，开心也是哭啊，不开心也是哭，没事瞎开心。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睡觉，开心的时候也睡觉。开心的时候喝点小酒，不开心的就少喝两杯而已。我认为当下最潮的网络语言是人间不拆，喜大普奔。我知道啤酒和炸鸡会掉东西下来，对不对？就神马都是浮云的游牧游，满血复活。你是我的菜，快到我碗里来。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揍死你。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是就欠抽的意思。但是他告诉我什么意思，我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意思。几个意思？对我来讲，对我们是外星语言。今年我入围了那个金鹰奖，我觉得很幸福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一个电视剧的角色获得提名。一路走过来，在这个行业里20年了，有一种终于等到了的感觉吧，也是我这20多年来对我的一个肯定吧。我已经觉得自己拿了奖了。如果说我自己付出努力了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不管最后有没有能够拿这个奖，对我而言都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鼓舞我的事情了。真正的内心的想法当然是最好是给我。希望以后还有能力给大家拍你们爱看的戏。努力再努力。